这唠的。你干啥呢？啊？我。给人拉杯水呀。行行。你跟我来。咋的了？这干啥的呀？我给你招聘店员啊。你过来。招啥店员？咱俩不就行吗？我又帮不着你事儿。帮得了啊，你收拾收拾。你老嫌我挡你害吗？你这么玩是吧？没有啊。那你给他那钱，再来干点啥不好啊？这人现在客人那么多，你自己也忙不过来，而且我要开始溜达玩一玩。那你哥来呗。我哥天天都忙死了，他能过来？行。我面试去了。你面。这个吗？没有，头一次。你能听明白啥呀？你面试过呀？我看看，你面你就行。多大了？二十啊。有对象吗？有。不是。有对象？那完了。有对象的话，时间不是很充裕。这跟有对象有啥关系？有对象你想招个没对象的？不是啊，可以加班啊。啊。那对象可以分吗？不是。目前不可能。你面子，你面子。啊，你面吧，还你会说话。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不用了，明天九点来。不是他会吗？你就不会呀、啊？那一开始不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吗？那干啥了呀？他不会。节省布料啊，工作服省钱了。多省心呐、啊！行，你教吗？我也不会呀、啊，我说你教我教，我肯定你教啊。行，英明，我干活去了，嗯嗯嗯。